第二个敌人，我就用 M79 榴弹发射机来面对他吧。我看38可不可以击杀他。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就玩手游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，这场的部分呢，要来玩一下 M79 发射器啊。因为很多玩家留言问我说，M79 榴弹发射器要怎么使用？好，这把枪的部分呢，我如果今天要拿，我可能要跳资源区丰富一点的地方啊，看可不可以直接拿到。我通常都会跳正中间这边的话，比较好拿到各种武器。好，准备跳伞，然后刚好呢，想要试一下可不可以拿到新的散弹枪啊。现在散弹枪，我到现在说真的，我已经打了大概30几场，我连看都没看到。所以之后有看到那把枪的话呢，我再来拍攻略。好，我现在飞这里。好，左边有一个敌人啊，对，然后我抽到那个金甲佣兵了。金甲佣兵的话，等一下会开车子给大家看一下。他只要一开上去，就会变金色的，蛮酷的。就是我们的黄金西瓜号啊，我把它取了新名字，就是绿色还吉普车。好，这边先降落，我先收点东西。嘎！哦，太好了，榴弹发射器，好拿到了。刚刚看到这边有个人，躲起来吗？不见了。刚好看到这边有个人呢，我要跑去哪里了？会不会是蹲着？还是我绕到后面看一下好了？还是要跑到别的区？好，目前没有看到人。好啊，那我就先收物资好了，他好像不见了，可能跑掉吧。有些玩家都会跑很远啊，就是可能看到附近有敌人，就赶快先跑，就跑到比较远的地方。对啊，这边房子都没有捡。我今天的话就搭这把 SCAR 跟榴弹发射器来玩一下好了。榴弹发射器的话呢，要掌握一个距离啊，不要让那个就是太近的去爆炸，不然你会炸到自己啊。我常常不小心炸死自己啊。没有新的散弹枪好，我相信很多玩家已经拿到了。然后散弹枪是随机出现在地图的任何地方啊，所以不一定每一场是同个位置啊。然后像我的运气比较不好，我通常想要拿的枪都拿不到。不过至少拿到 M79 榴弹发射器啊，这把榴弹发射器基本上都在资源区比较常看到啊，然后每一场随机，它算是一把破坏兵器。这把武器其实非常多玩家会使用，然后有些玩家也很怕这把武器，包括我自己也蛮怕的，因为它那个发射出去以后是可以直接爆炸的，不用等像手榴弹哔哔哔哔哔，然后才爆炸。所以可以算是，如果你今天射得准的话，那个小范围内就全部都死了。我靠，敌人了，没炸到他。等一下，他正在捡东西，好重啊！我刚炸好像炸到桌子了。补包先多拿一点，我浪费了一发。其实刚刚这个可以用枪直接杀，可是我想要炸炸看，结果第一发炸到桌子啊！那榴弹发射器平常如果你不使用的时候呢？我看到敌人了，哇哇，对，有一个，哇，等一下，他打到我了，很痛。我看可不可以炸到他，看到他窗户那边啊，炸歪了，没有炸到房子里。他剩三滴血啊，197。好，榴弹发射器用完了，等一下我换把武器。我要换一把近战的 MP40 或散弹枪都可以。像这个榴弹发射器啊，它只要碰到障碍物会直接爆炸，所以有时候射的时候要射到建筑物里面会比较好。我看它有没有要出来，它在房子里面，应该在补血啊。我现在没有直接冲，是因为我没有近战武器。我刚好像在房子有看到吧，右边好像有武器，看它有没有要出来。如果可以直接从窗户偷杀他也是 OK 的啊。没有看到我先换一把武器好了。
因为我家榴弹发射器用完了。散弹枪，好，用散弹枪，准备要攻坚哦。没有看他跑出来，应该在屋子里面吧。散弹枪的话呢，就要拉近距离去跟他拼枪，比较有优势啊。我现在用狂切枪术，让他有点害怕的感觉。欸，跑掉了，没看到人，他怎么都跑掉了，这么快？嗯，补包，好，先捡补包好了。欸，不能捡，爆批了吗？哦，有点延迟哦，捡不太起来。看到，欸，我看到他了，他跑上来了。Hello。我，哦，想跑，啊，我不知道拿什么枪，别跑，好，追追追追追，这边应该可以，哇，蛮会跑的哦，好，击杀，没有四倍镜，哦，他往按赞哎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我们再看看可不可以捡到那个榴弹发射器啊？就太早把它用完了。榴弹发射器通常我都是留到最后啊关头啊，只是说想要玩一下那个射窗户。它那个有个抛物线，就是你要拉远一点点。好，补包八个应该是蛮够的啊。就我会建议，如果你想要打到决战的话呢，补包拿到八个是差不多的。因为其实到决战之前会遇到非常多敌人啊，除非你是伏击，就是躲得很好啊，不然遇到敌人基本上都会随一些血啊。我会先拿八个补包，就可以撑到最后了。我，哦，四倍镜，好的，我们换一个四倍镜吧。有车子的声音，前面停下来了，还要捡空投吗？欸，在哪里？左边。哇，他发现我吗 ？Hello， 兄弟。哇，还找谁啊 ？Hello， 好，击杀。嗯，没什么装备。哇，缺散弹枪子弹，剩六发。哦，榴弹发射器，刚才没发现，好，哦，太好了，直接换这把就对了，剩下好一把，这就是注定要让我玩这把枪嘛。看有什么可以拿的，哦，你那个吉普车，等一下我开车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是新的造型，金甲佣兵。我们要玩那个。我们来丢空投好了，因为我要解任务。我先丢个空投。他那个精英任务这一次的是要十次丢十次空投信标，然后我来用这个凝胶护盾，看他可不可以接得住，会不会被砸碎？凝胶护盾会被砸碎吗？好，丢在这个位置。好，等一下空投掉下来的时候，就会看会不会掉凝胶护盾上面。哎，欸，再次动不了啊，他卡住了。有敌人，有个敌人过来了。他卡住了！哎呀，他竟然卡了！哦，掉下来了！哎，欸，没有被砸坏。好，我看一下什么东西好了。SVD， 好，这场不玩 SVD， 这场要玩榴弹发射器的话，我会建议搭步枪啊，因为你这样子在中距或近距或远距离的话，你有四倍镜都会比较好交战。可是拿 SVD 搭榴弹发射器就变成是。比较远距离啊，近距离会比较危险，因为近距离用榴弹发射器可能会炸死自己。哇，这个撞树的有点运气不太好啊。好，我们来开一下这个吧。好，像如果你有拿到这个造型化金甲佣兵钻石转蛋抽到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拥有这个造型。然后我记得他的那个能力好像是可以承受伤害减 10%。 啊，怪兽好，怪兽，我喜欢怪兽。
我们开怪兽号。哇哦，敌人这么快！我才刚下车，那个金甲佣兵的造型。等一下，先跑一下，我蛮准的。好，先冲到下面这边来。有敌人。哇，我看起来好小一只哦。那看起来好小一只哦。车太大台了，人看起来好小、哦，很像那个感觉像缩小的人一样。我先把车停这里。好，这个地方呢、啊，天堂岛以前是没有这块这个木头造景的、啊，现在多了这个木头造景。哎、欸，谁在打我？哦，对面有在打我，在哪里？没看到他。嗯，对面有在打我。我看在哪边？我看到他。走、哦，现在躲进去了。他躲那个那间房子里面。刚刚上面有个敌人，不知道会下来。刚刚偷吃我车的人，好像如果说你今天有被敌人偷攻击的话，你就要大概记一下方向啊。像我就会记得说现在那个方向有敌人，跟上面的方向有敌人，这样你就大概知道说敌人会从哪些方向过来。有车来了，我是抢捡那个空投啊。好，可以打他。OK， 击杀。这个好像是韩国玩家，他写是韩文，不确定。刚那个不知道到哪去了，没看到他。他如果往上坡打的话，往上坡跑的话，我是可以打到他、啊。像这个地方下面也可以躲，以前是没有这个造景的，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版本开始增加的，以前是没有啊。之前来过这边没有看到。现在击杀六个敌人，然后还剩下11个玩家，有12个人在观看。有手榴弹，我不想捡太多耶，再捡一颗就好了，再捡一颗就好了。我要留一些容量，等一下随时如果缺什么东西可以用。像有时候包包我也会不太想要拿到最满啊，虽然再多拿一颗也没有什么差、啊，不过我就不太想拿。欸，我能靠他了。哦，对，他在那里，侦察机照出他的位置了。好，直接爆头好了。好，只要说敌人他是比较静态的话，你的准心瞄高一点就可以爆头。我现在调的是预设啊，开镜精准的话是我在玩狙击枪的时候我会用开镜精准。然后像今天这场我玩 N79 跟 SCAR 的话，会以 SCAR 为主预设，可以辅助瞄准。不过瞄准的话，如果你今天没有瞄高一点，他会自己瞄身体，敌人通常会打不死就跑掉了。像这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躲在这个木栈下面。然后如果敌人要过河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击杀他。只不过我现在可能要准备先过河了，不然等一下太晚过河，我怕那个对面的人会可能会击杀我。哇，过河的时候这只公鸡哥也是游得蛮自在的，在我背上啊。像我觉得这套跆拳衣服呢，算是非常明显一套服装啊。远距离只要你看到一个白影在跑来跑去，就是这套服装，所以我觉得这套其实还蛮危险被发现，就是跟黄色或那种红色衣服一样，黄色或红色一样、啊、非常明显。欸，你家护盾不能丢水里耶，这个空投我有点不敢捡，因为它在水正中间，捡的风险太大了，欸，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，这个空投就放弃啊。只是刚刚上面那个人怎么不见了、啊？刚那个打我怪兽卡车的敌人，我现在没有看到他。我想要抓他，应该游泳吧？没有游泳吗？没有出现，好吧，先走吧。缩圈是缩在仓库区。哇，这一区其实不太好哎、欸，这一区的那个仓库很好躲。所以决胜在这个区其实我不太喜欢啊，胜率比较低一点。前面有个空投，我先捡这个空投好了，我看可以拿到骨肉炸。这台车过来了，哦，还好是黄金比目鱼。哇，他会不会撞我？哇，他要撞我吗？我跳，好，没撞到，欸，打不到他。哇，这么强！哇，在车帮他挡好多子弹哦！别跑！哇，跑掉！啊，可恶，空投来不及捡了！哇，谢谢你哦，来不及捡了！
哎、欸，后面有个敌人。好，击杀。这是我刚刚要找那个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他、欸。哎，我要站在那边应该在补血啊，他残血啊，就是一边跑毒圈游泳过来，太晚游泳就会这样，因为这个毒圈已经很毒了。他刚刚应该是在那边补血。这一区我真的太喜欢了，决胜在这边的话，胜率我觉得比较低一点，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墙壁很高，你很难找到敌人的位置啊。如果敌人都不动，就很难找到啊。我先确认一下里面没有人。哇，这边好躲人哦！你看那个仓库的每个四个角的内侧都有可能躲人，然后大概就是要先收上面。上面的话，树后面常常会躲敌人，所以我都会先收。有时候都是被这种伏兵打死的。我可能要先准备进仓库了，只是说我可能要等缩圈，这个圈缩完后再走，因为它这个圈还很大。我现在如果马上进去，可能会被包围。我看到树后有人了，树后有人，好击杀！哎、欸，他刚刚是没看到我还是怎样？为什么？我这边跳来跳去，他就没有攻击我。像有些玩家他会不太想太早攻击敌人，会让你先拼战，拼完以后呢，他坐在剪头，有些会这样子，所以大家也要小心啊。他刚躲树，就我刚才没有看到他。好，现在剩下最后两个敌人，像这个区域啊，你们看这个地方，我很不喜欢这边，因为太好躲了。我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好，是因为我可以守两个方向就好了。如果我今天是躲去里面的话，我要看四个方向，前后左右都要看。啊，有人出来了！好，只要像这种静态敌人的话，我都会把准心瞄高一点，直接做一个爆头啊，不要他有机会再逃跑或拼枪了。最后一个敌人，我就用榴弹发射器吧。不过一样不知道在哪里。哇，这个仓库很好躲啊！我现在不用捡他的装备啊，因为我装备已经满了。基本上来讲，我这种状况都不捡。我要玩一下凝胶护盾好了，安全区。我先盖一个那个凝胶护盾堡垒啊。可是啊，这边不是安全区里面，没关系。看有没有过来。他如果听到声，应该会发现我在这吧？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吗？好，这边是安全区。他会趴着啊。最后一个敌人了。我最后一个敌人，我就用 M79 榴弹发射器来面对他吧。我看三发可不可以击杀他？会不会在那个内侧？看有没有在内侧好了。我现在走路他应该听得到，没有？那就前面了，这边一定有。他可能躲在这边，我试试看。咻，没中。他不在这里。嗯，你在哪里？哇，看到他了，好，太好了。哇，可恶。他没有往右边跑，我该我还会往右边跑。拜拜 ，OK， 吃鸡，11杀吃鸡。好的，这就是 M79 榴弹发射器啊，它在最后的时候可以掌握一个关键时刻，做一个范围性的伤害。好，这一场呢，成功使用榴弹发射器来做吃鸡啊。然后这把武器其实我平常有在玩，所以说会比较熟练它的抛物线。然后大家拿这把枪一定要记得，你平常不要切它在身上。因为你切它在身上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不想按到攻击键，你就会炸死自己。这是一开始拿这把枪常常会遇到的事情啊。然后后面的话呢，我会继续介绍这个游戏的攻略与情报啊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金甲佣兵的造型。金甲佣兵的造型的话呢，是长这样子的，它可以承受伤害减 10%， 然后透过钻石转弹转道啊。所以这个车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只是说也蛮显眼的啊。所以它可以防御力稍微增加 10%， 算是它特殊的一个能力。然后就是你有这个造型的话，你穿戴以后，你进游戏只要开这台车就会变成这个造型，就这样子。好的，今天的游戏呢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也可以持续订阅我，把我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咯，拜拜。